继续是来自大拿店的消息，总部设立意大利的国际万城组织协会，设立六大类，总共71项指标，接受全球各地50000以下人口的小镇申请，加一门槛至少要达到过半以上的指标项目。大拿店公所争取环保署将近8000万的补助，推动符合在地需求的各项指标建设，前后努力超过3冬的时间。日前，国际万城组织协会正式颁发证书予大拿店。Darling, darling, 我们要是只拥有伤口。Darling, darling, 我们要一起甜蜜生活。虽然公司团队在弄葡萄牙，拿出曼城国际认证证书，当然店长吴金如万是感动。It's an honor to be on this big family, and I want to speak in Taiwanese. 今天很高興我代表大拿店跟台灣這個國家來到這個大會，我們覺得很驕傲，我覺得非常的驕傲。我代表鄉親加入曼城這個協會，不僅是把咱鄉親的希望可以跟我們所有大會的成員報告，咱也很希望透過這樣的方式，讓台灣以及我們大拿更多的鄉親可以了解曼城這個真正的意義。我们也尽上大的力量来努力推广曼城真正的一个运动的一个精神。这里六大队总共71项的指标，接受全球各地50000以下人口小镇申请，加入条件至少达到过半以上的指标项目。大拿店公所争取到环保署将近8000万补助，推动符合在地需求各项指标建设，前后努力超过3年时间。日前，国际曼城组织协会正式颁发证书予大拿店。黄金龙邀请贵宾品尝台湾龙特产，搭配小碟片，欣赏台湾和大拿。